来解释一下哈，这个可以接255组件出来，好，然后它的我已经给一个编码是这样哈，好，这个就是第一个键，按第一个键的声音，按第二个键的声音，然后第三个档名如果00003的话，就是按这两个键，第一个键跟第二个键同时按下去，然后这个就是按第三个键，独立按第三个键是档名00004。那如果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譬如说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分开来的话，这个就是这是地线，好，刚才讲的地线，地线，然后前面这两个。前面这两个可以看到它是5V 的正负，这里是 5V 的正负，这个我们现在是接 USB， 就是第一条大家看到橘色线跟地线连接，红色的线地线接起来，它的档名是零，它的 MP3 的档名 MP3 这里的档名是00001，啊，如果只要接独立的键齁，就是记这边就好了。第一个档00001就是 MP3 里头直接开一个不用资料夹哦 ,00001, 然后00002。然后第三个键就是2的二次方是00004 ,00008, 00016, 这边就是2的几次方。这样的话譬如说以这边独立来看，我们翻过来看齁，这样比较清楚。翻过来看。好，第一个这个是接第一个键，第二个键，第三个键，第四个键，第五个键。第五个键就是二的四次方，好，第五个键就是零零，这个档名就是00016。好，这边有相对应的，这边我停久一点给大家看。好，所以MP3 就是存成这几个，你就可以用八个。然后呢，这边就可以直接接你的喇叭，就会很大声。好，如果要一般的，如果要然后这边可以接电池或者是 USB。好，然后这一边就是接，这边就是接那个喇叭，或者你不要接喇叭，旁边有一个 speaker， 就自己焊两个喇叭出来也是可以的。好，但原则上是这样。